宝宝广播电台 ，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鱼老师。今天小鱼老师要跟大家说一本《九只小猫呼噜噜》的故事，文图麦克格雷涅兹。九只小猫呼噜噜，我们来听这本故事吧。故事开门，九只小猫呼噜噜。一只小猫醒来了，几只小猫还在睡觉呢。一只小猫，两只小猫，三只小猫，四只小猫，五只小猫，六只小猫，七只小猫，八只小猫。八只小猫还在睡觉，一只小猫溜走了，八只小猫呼噜噜。两只小猫醒来了，喵！几只小猫还在睡觉呢？六只小猫还在睡觉，三只小猫溜走了，六只小猫呼噜噜。三只小猫醒来了，喵！喵！几只小猫还在睡觉呢？一只小猫，两只小猫，三只小猫，三只小猫还在睡，六只小猫溜走了，三只小猫呼噜噜。两只小猫醒来了，喵！几只小猫还在睡觉呢？
一只小猫还在睡。八只小猫溜走了。一只小猫呼噜噜。一只小猫醒来了，一只小猫东瞧瞧，西看看，一只小猫溜走了，九只小猫去哪了？一只小猫，两只小猫，三只小猫，四只小猫，五只小猫，六只小猫，七只小猫，八只小猫，九只小猫。哇，九只小猫正在吸妈妈的奶。十只猫咪真快乐。故事讲完喽。哇，小猫咪真可爱，一只小猫咪，两只小猫咪，三只小猫咪，四只小猫咪，五只小猫咪，六只小猫咪，七只小猫咪，八只小猫咪，九只小猫咪，呼噜噜。小朋友，我们也要跟小猫咪一样，去找妈妈睡觉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拜拜，故事关门。